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obo。今天看我一个人呢，并不是要整人，还是要给 Kira 惊喜。就是我今天发现了一件很夸张的事情。我在找东西的时候，发现 Kira 竟然偷藏了私房钱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藏私房钱，而且还不止一个地方。然后等一下就是要来找找看他到底藏了多少钱，因为他现在去上班，等他回来之后，我就会问他说为什么要藏这些钱。我们结婚之前，就是他不会去藏私房钱这件事情，结果没想到怎么结婚后呢，居然会偷藏私房钱。那我现在就来带大家一起找他到底藏了多少。我发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这里。我不是说这一张哦，这张我们放了1000块，是本来就有的。然后呢，是这里。他怎么那么笨？这个超明显的啊。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放了多久。而且是2000块哦，我赚到了2000块。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在这边，在这个柜子，他藏在最下面。我想说，为什么我有懒懒的东西？2000块。这样等于我赚了4000耶。然后我们再一起来找找看还有哪些地方有。那我现在要从娃娃去公仔去开始找，我要把它拿下来。哎呦，为什么那么多灰尘呢？我要顺便把这边整理一下。这个卡比是有那么浅？没有，不知道收集这么多干。欸，他藏在我的史迪奇下面，会不会太明显了？娃娃区收获1000，原来整理东西还可以赚钱。好了，回去。这一区东西有点多，说不定里面会有一些钱。也太多公仔了吧？哦，发现新大陆。2000块，我现在在娃娃区里面寻获了3000，超扯的哎！我要来继续找，这个下面有没有啊？这个底下就没有。刚刚不是这样放哎，为什么塞不回去？那娃娃公仔区呢？我找的差不多了，就只有发现3000块。那我们换下个地方。好的，那下个地方呢，就是衣橱啦。来找找他的口袋，有口袋的。没有哎，居然没有藏口袋。他是这件外套，西村外套有2000哎。他买的那个里面附的扣子都还在里面哎！天哪！我们再来找下个地方吧。噔噔！我居然在家也可以赚9000块，这会不会太好赚了？找一下东西，整理一下东西就9000块。然后我们下个地方呢，就是要换他的抽屉。我跟你说，他的抽屉真的是乱到一个不行，还说我房间超乱的。打开给大家看，超乱的。我来帮他整理一下抽屉好了。为什么这个还不丢啊？这个已经坏掉了。还有薪水袋，应该不会藏在薪水袋吧？薪水袋没有。看看他的存折，没有钱。怎么这么多存折？没有钱。哦。2000，他根本就是乱丢啊，直接抽屉随便放的吧。发现了11000，很好。咦，这是什么？应该是没有了，也太脏了吧，我来帮他擦一下。好的，那他抽屉的部分呢，就是发现了2000块，没有了。那我目前呢，在房间发现了11000，这边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他应该不可能藏在我的座位吧。我们等一下，等他下班的时候再来询问他为什么要藏这么多的钱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个他会不会放在滑鼠垫下面？应该是没有吧。好，这里没有，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吧。宝贝，我跟你讲一件事哦。哎。你要过来吗？
这是鱼竿啊，这超明显的、啊。我要跟你分享一件事，你今天去上班，我赚了一万多块。什么意思？我怎么赚了一万多块？是我要跟你分享我怎么赚的。你不是都在家吗？你怎么赚一万多块？我在家都可以赚钱啊。那你干嘛架相机？因为我要跟大家分享我怎么赚钱。我要过去吗？啊，不然你在那里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上班的时候啊，我在家就可以赚钱，而且还赚了一万多。所以你是遇到诈骗集团还是怎样？没有，我没有遇到诈骗集团。还是你当诈骗集团诈骗钱？不然你怎么赚一万多块？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怎么赚钱？我拿给你看。好，你看，噔噔噔噔噔，怎么那么多钱啊？你要数一下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。这是我的钱吗？对呀，是我的。你要给我的吗？太开心了，各位，我赚了一万一呀！这是我辛苦赚来的。今天难得赚的这些钱，你要给我当私房钱。好，我会存进去的。给你一千。你好小气哦！啊，你要分享你到底怎么赚的这些钱？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是有说过，有什么事都要跟对方讲。对。然后不可以隐瞒。你做了什么事情吗？你要老实跟我讲、就是。对，这个。你在笑什么？那我讲了，你会跟我老实说什么吗？就是也不可以骗我。我骗你什么？我没有东西骗你啊，你都知道了、啊。那这个都我的、喔。这你赚的当然是你的饭嘞、欸。这个呢，就是在这间房间赚到的钱。嗯。你为什么要藏私房钱？真的假的？反正现在找到的就是我的了。你要不要说你还有哪些地方还有？如果等一下被我找到还有其他地方，那就是我的了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这我辛辛苦苦存了好几个月的呢。就是因为你太笨。我藏着私房钱很简单啊，就是如果我万一要付房租，我就可以直接拿这些钱去付房租。有时候我会忘记领钱嘛，那有时候我们常会叫外送，所以我才决定说要帮我放一点钱在房间里面。那为什么你要藏？你在哪里找到的？水晶下面还有那个抽屉。对啊，那个放那么明显，你一看就知道，那个厕所出来一定看得到。这个钱就放了那么明显，那个不算藏。娃娃下面就不是了吧？最好谁会故意放娃娃下面？还有嘞，你就直接讲嘛，我就藏这些而已啊。还有那个公仔。哦，公仔两千，那这个该不会是在相框后面找到的吧？相框后面还有。我在干嘛？可是我的钱就是你的钱啊，是不是？你的钱就是我的钱。你刚刚讲的。我爱你。来来，你那个相框。啊，你要承认还有哪里？我跟你讲，就相框，你拿过来，我们的照片。奇怪，我放的地方都放很好，你到底怎么找到的？相框我就不会去想到你会放在相框。哦，多少？这里还有两千呢、啊，这样一万三哎，应该还有吧？没有啦，你问我，我放了多少钱在房间里面的话，我会老实跟你讲。可是这些钱还是要还我。啊，刚刚不是说我赚的吗？赚我的钱啊，各位！你那两千块从哪里找到的？就公仔那边啊，才有啊。我先承认有，可是你不能怎样，而且那些钱是我自己的，那些钱给你没关系。我们因为我还有这些，我们啊剩下的呢？好，我跟你讲在哪里，这里的。可是我今天有翻啊，在这里面。我今天有翻哎。你有翻哦，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来来来，走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。还有上面哦，该不会是上面吧？我不可能拿那么高啊。谁让你找我的钱啊，你很奇怪。五千块没了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已经全部承认给老婆了，就总共一万八。你确定一万八吗？你干嘛？你很奇怪呢。你会不会自己常常忘记，然后就放在某个地方？不可能啊！对，我跟你讲，这两万块我这……还有两千块在哪里？两千块在哪里？哦，你为什么要找人家的钱呢、啊？你该不会常常忘记吧？我忘记了、欸、啊！
应该是放在我鼻角花掉了。你确定？好啦好啦好啦，跟你讲啊，在哪里啦？来，看过来看过来。哪里啊？我躺在这台车里面，你找一下。骗人，里面是空的，骗人。你藏在我那台车下面，好安全哦，这里。所以人家说啊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。好，各位，那就是也跟大家承认啊，是跟我承认，不是跟大家承认。哦、这不是私房钱，这钱只是先放着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可以存银行啊，比较安全吧。我帮你散风。好了，我到时候再存银行。一半是我的。我还发现了一个东西，你看他以前多瘦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，好好笑哦。